哎，你回来啦！我那个晚餐我留了给你啊，可是等下那个碗记洗，啊，还有那堆衣服哦，是不是等下记得洗掉它啊？啊，还有记得收拾家里啊。 他叫余泽，是一个先天性学习和语言障碍的孩子。他只要求平凡安稳的人生，可是命运交错，让他的人生彻底改变。
好吗？ Hello， 妈咪啊。嗯。我在朋友家先吃个饭先，等下我再回去。嗯。好。可以。OK。Love you。See you。拜拜。你妈咪好像很疼你哦。嗯，对啊，我家人都这样关心我的。小彩。怎么了？我有一件事想告诉你。什么事啊？其实，宝贝，我们已经相处一段时间了，以后换我来照顾你好吗？我想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，舒淇，嫁给我好吗？陈舒淇。
他是最懂我感受的人，在我很辛苦的时候，我跌入谷底的时候，他是我伸出的手。我看到你们越恩爱，越开心，我就越有力量。 这样，你会为我开心的，对吗？就把我也杀了吧，杀他一个人，痛不在了。这么痛吗？等一下，我会更痛。 Thank you.